周公了，一起火锅吧。那边有六个箱子，有蜘蛛，会咬人吗 ？Oh no！ 动动动！你要戴个手套吗？他可能有点。啊！我胆子也很大。这是我的手。Is it dead? No no no! It wake up. Is it moving? 小丁。顶多流点血而已嘛。丁馆长，丁馆长。哦，这是街舞节目吗？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最恐惧的吗？我很怕。那你会去玩什么那种恐怖密室吗？哦，狄仁勋队长怕什么？是我们老板。哇！后反劲儿真的很大，你这个，我们要不要换个答案？欢迎来到由妙压相机独家冠名播出的《这就是街舞》第六季的现场 ，AI 拍写真就上妙压相机 APP。首先有请三位队长出场。你们也看到啊，今天位置还空了一个。对，今天呢是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，不又是韩庚吧？不会不会，他已经走了，机票我看了的机票信息。今天要来这位嘉宾呢，是街舞圈的 OG， 全民街舞主理人，惊叹号的教练。让我们有请黄渤。哇，惊叹号教练。哇，惊叹号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考核。每位选手呢，脖子上都挂着我们的黄色、绿色和红色的毛巾。黄色的毛巾代表我们的作品赛道，而我们的红色毛巾代表我们的 battle 赛道，我们的绿色毛巾代表 freestyle 赛道。首先，我们要进行作品赛道的比拼，考核个人作品编排表达能力，方式为表演个人才艺作品，由三位队长和我们的黄渤教练一同进行考核。如果获得四票全票直接晋级，获得零票直接淘汰，获得一到三票要接受 freestyle 赛道的 call out。 不服的可以站出来了。胜者晋级，败者直接淘汰。作品战考核正式开始。 Go let's go let's go。 So J-Park, your first team member is I don't feel nervous at all being the first one. I was excited about to how would be the expectation of everyone. Ni hao everyone, my name is Neguin, all the way from Brazil representing New York City as well. I'm a multidisciplinary artist and I got to go first today. So give me all your energy. Let's go, let's go. DJ, drop the beat. Let's go. She will love you like a
fly in the fall of you again. Woo! Nice. Hey!